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魁铁熊，这也是魁铁熊的狂暴实验。这一集呢，我们来玩机车甩尾，没错，就是藤原拓海的甩尾。弯得过去就是拓海，弯不过去就是填海。干，这老梗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机车。来看好，我们机车甩尾呢很简单，就跟脚踏车甩尾一样，跟汽车甩尾都一样，就是要将后轮锁死。所以后轮一定要刷稍微紧一点，先直线，然后把龙头往你要甩的方向转过去的瞬间，把刹车抓紧之后，然后你的车身就会往旁边移过来，以后然后再把它做一个稍微反胎的动作，慢慢把它拉过来。而机车甩尾呢，我们现在来先来示范一次。学这个机车甩尾呢有什么用？你知道有什么用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用。就是耍帅而已，没有啦，其实是有用的啦。一般我们在骑车的时候，时速大概维持在40-50左右。如果巷子里面突然有人冲出来，甩尾，机车甩尾就很有用。因为如果你40-50、50-60，你突然这样抓住。我们在骑车或者开车的时候，有没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转向轮不要锁死，转向轮锁死的话很容易勒惨，摩托车就是勒惨，然后呢就是会滑倒，因为你转向轮如果锁死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操控，然后呢汽车的话就是所谓的推头，你没办法操控。再做一次示范。你看这样子，整个就会横的停过来这里。如果你是用前轮去紧急刹的话，一压，然后前轮这样一推，就很有可能会勒惨。在路面路况不好的情况，就很有可能勒惨。来，我们再做一次示范。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可以耍帅。如果有两台摩托车停在这里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把它甩进去，你看多帅！我示范这一台。就可以直接停进来，这样可以装逼，又可以把妹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其实这很屁啊，根本就是屁孩。8+9会干的事情。不过我们在学这个机车甩尾，有没有？这多让自己了解一下我们车子在失控的情况之下，要怎样去操控这个车子。其实甩尾这个东西，有没有？就是在失控的情况之下，去把车子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情况把它拉回来。这一集呢就先做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动动你的手指，请订阅我们跟分享。